接着来看明天的山海气象。在屏东市子牡丹满洲高温来到33度，低温24度。另外在太武来义春日高温34度，低温22度。另外在三地门雾台马家高温34度，低温20度，在雾台。另外在高雄桃园那玛夏茂林高温31度，低温15度。在嘉义阿里山高温30度，低温15度。另外在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高温29度，低温12度。在台中和平高温29度，低温17度。另外在苗栗南庄斯坦泰安高温31度，低温21度。另外在新竹关西尖石五峰高温31度，低温16度，在尖石。另外在新北桃园乌来复兴高温31度，低温21度。另外在宜兰大同南澳高温32度，低温20度。在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高温同样是31度，低温26度。另外在秀林万荣高温34度，低温19度。另外在寿丰丰滨高温同样是33度，低温在寿丰24度。在凤林光复瑞穗高温34度，低温25度。另外在卓溪玉里富里高温35度，低温12度。另外在台东长滨成功东河高温35度，低温26度。另外在石上关山海端延平高温35度，低温20度。另外在鹿野台东卑南高温同样是36度，低温24度，在卑南。另外在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高温37度，低温21度。另外在兰屿高温31度，低温27度。在外岛连江金门澎湖高温31度，低温24度，在连江。